终于吃完饭了，可以抓药了。这个器皿干净卫生。想买着锅煮中药，同一个品牌一个系列，4.6升的188，6升的169。南方人过年，他们超市里边为什么卖饼干的这么多？这么大桶饼干，看这都2000克装的饼干。这个牌子认识，嘉士利做早餐饼那个品牌，2.385千克。我的天，这要吃到什么时候？东方这边咱别管有没有车位，反正电动车位确实不太好找。为了佩奇这点中药，把当地所有的药房都跑遍了，眼看要放弃了，其实已经在网上抓了，在最后一家药店买到了。但是海南这边大家都特别注重中午休息，我得等老板娘吃完午饭之后她才给我抓。这个药是芳香透邪，用于热病之后，还特意买了一个养生宝，因为家里可能只有不锈钢锅，这个养生宝也挺有意思，越大越便宜。索性买的大的，反正中药熬不了几次，熬完之后用来煲汤还蛮好。前方限速摄像。想在你身旁吧，这情歌慢慢唱。